再来看到外野手名单了，放眼望去，哎、欸。靠我喵啊，不是啦，就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左打啦。但是如果看数据的话，其实他们的近况，今年的这个近况来说都是相当的不错。现在看到全联盟今年的盗垒王陈诚威，今年攻击火力大升级，而且成为在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十、十、三十、五十的球员。什么意思？他有十支的三垒打，他有这个十支的全垒打，他有三十次的盗垒，还有超过五十分的一个打点。所以在今年你可以看到他的攻击火力提升之后，从过去大家讲说啊，不过就靠腿嘛，腿哥。现在已经变成为一个外野炮了，没有错。那另外还有看到这个安可啦，安可他其实表现得很不错。那因为安可他的全垒打数是全联盟第三，但是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前阵子在第一场挑战赛的时候好像是受伤了。那个丙总就有说到说他伤到了脚跟，现在连走路都得用垫脚了，所以不知道跑动是不是也会有点困难，跟未来这个十二强会不会出赛呢？可能要持续的关注一下。嗯，确实，丙总也说，现在安可就是逐日观察名单啦，就看他什么时候可以恢复。就赶快什么时候可以上场？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安可他可以赶快康复了哈。那另外来看到呢，就是这一次哦，包含是同一次的队长，也是我们中华队的队长陈杰宪啦。尽管他前一阵子连续18个打数没有逃出安打，但是如果你看他一整年的一个数据来看，他的打击率还是有在3×3以上，而且他终于在季后挑战赛的第三战敲出了关键的安打。而另外讲到季后挑战赛，有一位狮队的球员我不得不提了，这表现的太出色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哦，这次十二强名单当中的外野手小黑。邱之成了，他的手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大。他不仅拿到今年的安打王，甚至在挑战赛更猛了，三场比赛打击率高达70%啊！所以等于你十个打数，你有7支的安打，那也帮助统一狮队闯进了这一次的台湾大赛。那也期待他能够把这个好手感，当然带进台湾大赛，能够给中信兄弟致命的一击，也希望带到国际赛场上面，给不管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够有致命的一击。嘉伟跟邱志成连续两场比赛都有安打，右边方向这个滚地球越过去，四支安打下来，林嘉伟上到二垒之后继续朝三垒推进。邱志成又在季后挑战赛击出安打，他夺得年度安打王之后，手感依旧发烫，看棒球跟篮球一样大，随便打都是安打。这个球捞起来，在右边方向右外手追过去，没有接到，没有接到，是四支安打。现在林祖杰翻过三垒之后，要拼本垒，要拼本垒。邱志成真的太夸张，季后挑战赛三场比赛都有安打，而且每场比赛至少2支，总共10个打数，7支安打，打击率高达70%，入选十二强国手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因为后面有很重要的比赛，所以就是。自信很重要，所以后面的比赛也要把它拿下来。邱志成87喊话，不只要帮统一狮夺得总冠军，还要在十二强崭露头角。相较于邱志成状况佳，同样入选十二强国手的陈杰宪，最近是闷到爆，例行赛加季后赛连续18个打数无安打，终于在挑战赛第三战大爆发。这个球碰了一下，中间方向的飞球落地，新三打下来二垒，跑者李佳伟翻过三垒，拼本垒，陈杰宪现在上了二垒，陈杰宪打开来了。最近我状况的确不好啦，然后也谢谢球迷们的加油，然后这时候。只要静静的等我表现好就好，不用为我加油，谢谢。陈杰宪在挑战赛第三战击出2支安打，打下1分打点，并且跑回2分，帮助统一狮闯进了总冠军赛。然后在11月开打的12强赛，陈杰宪也要担任领头羊，带着学弟往前冲。放球魂，十二强争霸看东森。